本周台湾波比带大家来到云林县，大家听过看过从海上漂流来台湾的神明吗？损我家心，领我家翁，经典台词是谁说出来的呢？毛巾变蛋糕，蛋糕变毛巾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本周六中午12:30，跟着泽金说云林的故事给你听。